Good morning, Jesus. 耶稣教咱兄弟姊妹，大家嘛教咱。一早起，和咱三个做伙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既然放出家己的羊来，就行在头前面，羊也跟对伊，因为认得伊的声。主将家己的羊放出来，虽然头前面的路可能会行得真辛苦，但是是主将因带出去的。所以兄弟姊妹，真实的时阵，咱拢干那买伫迄个真好的羊条内面，咱感觉伫迄个所在食啉哇，非常的快乐。但是过羊的人，犹原知影伫啥物时阵需要将羊放出去，让因会当来伫外面来吸收着空气，欣赏着美丽风景。虽然有当时你行的道路坎坎坷坷、关关格格，但是过羊的人要爱好这羊，无够再流浪原来的所在。兄弟姊妹，唔过你这个所在提醒咱讲，就行伫头前面，是主亲自将咱放出来，并且是伊咧引带着咱。所以行伫头前面，是无论啥物款的经历，拢总有伊的引带甲带领，互咱着用信心的目睭看见着各样的人安怎咧引带带领着咱前面的道路。如果咱若无看到伊，无听见伊声的时阵，兄弟姊妹若安尼，咱就有危险了。所以咱要建造一个有福的人生，无论将来的头前面道路是如何的时阵，唔通烦恼。因为咱知影是伊将咱放出来，并且伫头前面的引带，只要咱若是好好来跟对，尤其咱伫整个的人生道路中间，诗篇二十三篇，正做一个真好的提醒。因为耶和华是咱的牧者，咱无得甲欠亏。伊咧引带带领着咱人生的道路，相信每一个脚步拢有伊的看顾。如果咱若行迷路，伊即刻来敲催，并且毋通袂记住背后有关家。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一生中间的明仔载，拢是因为主带领的今仔日，咱才有法度活得更加好势。咱做个三刻伫主的内面来经历到伊，跟到伊的脚步吧。咱来祈祷，天父，阮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正做阮的牧者，和我每一日的生活有你的引带、带领甲供应。愿主帮助着阮用信心的目睭定睛伫你，看见着上帝伫阮活命中间的引带，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亲爱兄弟姊妹，愿上帝赐福予你，家你的一家。